妹平安。阿门。我们再把圣经打到马太福音第十章。27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一个是什么？暗中的和明处。一个是耳中的，房上。这是都是比喻，是不是啊？是。它比喻什么呢？我今天我在暗中告诉你们，其实不是暗中，就是我偷偷告诉你们，你们把隐藏在圣经奥秘知道了，圣灵带领我们明白圣经中间的奥秘，你们不能隐藏起来。所以为什么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为什么把口里承认放在前头，把心里相信放在后头呢？这就说明上帝叫你信的目的就是要叫你口中做见证。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也就是今天我们是为主福音做美好见证的一群人。那么怎么见证呢？怎么见证？他在暗中说的你要在哪儿？明处。他在耳边说的你要在哪儿？房上。是不是啊？所以他的救恩不是隐藏的，你不应当把这救恩给隐藏了。是。平时在你里面你所信的救恩也不是暗暗地藏在心里头。是。这救恩宝贝放在瓦器里得把它显明出来。上帝要叫人知道，不是单叫我们知道，而叫众人都知道。是。所以因此呢，我们听的这个福音应当在明处向众人宣扬，这才对呢。众人知道这福音，他才能归荣耀给神呢。是不是啊？所以耶稣在这里说，那杀他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往往人都有个什么呢？怕。是不是人都有个怕呀？是。人一见到是不是啊，传福音的第一个字就是怕。是。那个人很凶的，我给不给他传？是。怕。或者今天有逼迫了，我该不该传呢？怕。是不是有个怕的人？是。主在这里说你怕是证明什么？你怕惧怕的人，还是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主今天是叫你往外宣扬。所以你怕，这个怕字就证明你在爱里未得完全。是的。因此主在这里就直接强调出来，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你怕吗？弟兄姊妹怕不怕？你就是这个时代上帝兴起的传讲福音的见证者。是，感谢神。你怕谁？谁也没有你的，你怕谁？啊，是不是啊？是。谁也没你的，因为为什么有的人说王继雄在那讲道怎么信，无所惧怕，不管多少人他都讲。你说，我会不会怕的？不会。我为什么不怕？因为我在感觉是，他们都没有我大，是不是啊？是。因为我是在基督里，他们在肉体里，我给他传，我怕什么？是，感谢。他没我大呀，我怕什么？是不是啊？是。你怕证明你的信仰有问题你才怕的。所以主在这里就强调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的，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你怕谁？神是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你不怕神，你反而你怕那些人去了。往下看，两个麻雀不是卖1000银子吗？便不便宜？两个麻雀卖1000银子。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的。就这么便宜的东西，天父若不许可，都没有一个掉在地上。何况你们呢？你们的头发都已经经过数算了。是。所以你不用害怕。在下面说，所以不要怕他，你们
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就一个人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的。是的。一万个麻雀也换不来你，十万个也换不来你啊。是的。你说你有什么怕的？所以下面就紧接着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这是什么？你在人面前认主的，证明信没信？信了。信了。你在人面前不敢承认主的，证明你信没信？没信。你就没信，是不是？所以这里边就直接告诉你了，你在人面前敢承认主的，证明你是信的人。你在人面前不敢承认主的，证明你是不信的人。一想到耶稣这个事儿，咱可别提呀，领导在面前可别提这事儿啊，提这事儿怪，用东北话说怪磕碜的，一句东北话还有寒碜的，有没有？有，有寒碜，有磕碜，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哎呀，可别提了。怪羞人的，怪丢人的，是不是？这都东北话，是不是？对。丢人吗？不丢人。主的名丢不丢人？不丢人。主是荣耀的君王，今天我们是卑微的，我们到他面前，他都感觉丢人的，是不是？主要因为你到他面前感觉丢人，没有一个人能得救的。是的。他那么荣耀，天国的君王，卑微成人子来到世间。你感觉丢人，证明你没在信上坚持，这就说明你嘴唇没有结果子，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这就说明你信仰有问题。他真信的人，嘴就说出来了。是的。心里想的，嘴就说出来了。是的。你信不信？是。心里没想的，嘴就不能说出来。对。对不对，弟兄姊妹？对。当你不怕杀的时候，你才敢承认的。你这口承认当然是由心里发出来的果效，一生果效由心发出来。你嘴能承认，证明你心里真信了，不怕杀你才不怕掉脑袋，所以你就承认了。在这种情况下，杀身体的情况下，你能承认，证明你的心是真的。感谢神，平时你平安稳妥生活，心为什么有人会掉下去？现在在这个道上掉下去多不多？多，多的是在这道上掉。他为什么会掉下去呢？都是平安稳妥人，信不信？信，这信的就有水分，是不是啊？嘴皮上的信，表皮上的信，嘴皮上的信，这嘴皮上的信根本没动心，所以他嘴皮上光信没有用的。是，他必须心里相信，接触嘴唇的果实了，才这才是真的心，由里面发出来的，他嘴里才承认的，他的嘴被心支配的心。被心支配的承认，这个信是真的。如果我平时信不信信走嘴了，走没走心？没有，没走心。等到一遇见试炼的时候，他马上就逃跑了。这算不算信？不算。听没听明白，弟兄姊妹？听明白了。这不算信。他为什么不算信呢？因为你光走嘴没走心了。这个果效是由哪发出的？心。由心发出的。这个承认是由信心发出来的。所以他才是能站立得住，不由信心发出来的，他就站立不住。在环境、在患难、在逼迫、在刀剑、在试炼面前，他站立不住的，对不对？上帝叫你这个信呢，能站立得住，在人前能站立得住，在环境面前、在逼迫面前能站立得住。所以他说：“不要怕那杀身体。”你为什么敢承认？就是你心底。这个信就是动力，你不怕任何人杀你，因为你为了承认主的名，你把主在众人面前宣扬出来了，在房上宣扬出来了，是不是啊？是。单一里他祷告的时候不怕任何人，是不是啊？他就到处祷告，早上中午晚上一天祷告三遍，他不怕那些恶人怎么恐吓。最后呢，王听了恶人的话，把丹以理扔在狮子坑里头。那么这就是对丹以理信心的一次考验。丹以理这时候承不承认主名？承认。承认主名。最后呢，狮子有没有把丹以理给吃了？没有。耶和华会封住狮子口不吃他，原因因为他没被狮子吃，是因为狮子口被耶和华封住了。是的。
耶和华是可以使他沉睡，就算他的嘴是张开了，他也没办法咬呆你。那些个不是还陷害呆你的人，还没等到狮子坑里头，刚刚在附近，狮子从坑里头跳上，一下把他拽进去了，知道？就不是呆你，是他，是不是啊？这说明一件事，信的人，是不是啊？就算掉进狮子坑里，狮子也不会死，原因是因为他信，所以不要怕他杀身体，杀了身体杀不了灵魂，这是真正相信。你是这么信的，你就敢承认主名。感谢主啊！你要说不是这么信的，你肯定不敢承认主名，对不对？就告诉你的信给你，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弟兄姊妹？是。所以这段经文何等重要，就是在人前承认。所以暗中的信，在明处用嘴唇张扬出来，对不对？对。心里的信，借着嘴把它表明出来。是。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感谢感谢。神的心意就是叫所有属于他自己的儿女，都是把暗中的信用嘴唇给他表明出来，对不对？对。嘴唇是表明心的，对不对？这是果子，这是见证什么？证明看不见的信心，看得见的承认，证明看不见的信心，看得见的承认，是看不见信心的果子。你怎么知道你真信了？你在什么情况下都承认主？你不把耶稣当可耻的，是不是啊？所以主在这里告诉你，你把我当可耻，证明你没信。所以，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是必不认他，证明他没信。是的，对不对？他没信，认他干什么？由大到多的，耶稣基督都不会认他的。是的，你别看拣选他，他是不是信的？不是，不是信的，对不对？所以神不认他，耶稣不认他，原因是因为他不信。真正信心，上帝会知道的。若有人爱主，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对不对？你若真爱主，你说你的心一动，他知不知道？知道。神的道如同两刃的利剑，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你的心中的意念也都能辨明了。你心中想的，你真信假信，上帝都知道。上帝为什么还要把它表明出来呢？啊，为什么要把得救这样的真理在得救的人身上表明出来？这段话就是得救的根基，是不是啊？回头再看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口里真是在前头，那平时咱们讲的都是信在先，但这段经文好像跟咱们平时讲的好像有些不一样，他把口里承认放在第一位。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口里认正好是反映了他心里信，是不是啊？是不是反映了他心里信，表明了他的心里的相信，显明了他心里的相信，见证了他心里真的相信的，所以他才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使驾强盗第一句话说耶稣啊，耶稣就名翻过来就救主啊，是不是口里承认了？是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他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耶稣能死而且能复活升到高天，还能德国降临，成功了，这个信仰就成功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对不对？对。下面再看，他说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最后调过来了，
以就调过来，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怎样，心里心诚意嘛，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你看看，因为人心里相信才可以诚意，在人面前承认了才可以得救，这说明他已经得救了。他没得救的人，他不可能承认，是不是？是的。就是说，神的道借着人的信，圣灵在你身上成全，对不对？对。神的道就是得救的道，你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对不对？对。哎，你信了，这就是道，你信了，圣灵就把这件事成就在你身上，你就是得救的。所以你在人前敢承认，你为什么敢承认？因为你这个是信心上的支柱，使你口里承认的。你有了信心，你已经诚意了，所以你口里承认，证明你得救了。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是证明你得救了。证不证明？证明，已经证明你得救了，是不是啊？你口里不敢承认，证明没得救。你嘴上光说我信耶稣，是不是？你信耶稣，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两是不可缺少的。他真正相信的人，口里自然就露出来了，是不是啊？就说出来了。他不相信的人，他口也不会说的。他口不说，证明他心没信；他口说了，他心证明他里边已经有信心了，证明他得救了。不但诚意了，而且得救了，听没听明白？听。因为他能求告主名了，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他在什么情况下？刀剑逼迫杀害，所以主说不要怕他杀谁，他还是承认了。所以上帝有一天对每个弟兄姊妹的信心要逐个的进行考验，是不是？叫你们的信心具备试验，试验下看到底你今天那个信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在环境能看得见的环境去试验看不见的信心。这句话能听明白吗？能明白。上帝要兴起看得见的环境，对你看得见的肉体施行，是不是逼迫？要显明你看不见的信心。神要兴起，兴起什么呢？环境。兴起看得见的环境。是不？看着环境能不能看得见？能看得见。来试验什么呢？试验看得见的环境，要试验看不见的。在这写信心能不能看见？看不见。但借着什么来试验你里边的信心？看得见的，看得见的环境试验看不见的信心。是的。你的信心谁也看不见。是的。但只有上帝借着环境才能把你的信心表明出来。是的。感谢主。对不对？是。是。有很多人他会经历的，上帝叫你经历什么？使用于风浪，试验彼得的信心有多大，是，对不 对？ 对，不是神不知道他没有信心，神早就知道他没有信心，他要把这个走一走，带领带领他走，就兴起一次风浪，就兴起一次环境，这环境不为目的，借助能看得见的环境，对他这个能看得见的肉体去试验他看不见的信心。环境只能对待你能看得见的肉体，对不对？你肉体能不能看得见？能。环境能不能看得见？能。借助能看得见的环境，对你看得见的肉体，为要试验你看不见的信心，是不是？是。用外面的试验里面，是不是？用物质界的试验属灵界的，是的。看你今天
你到底是会看不见的活着，还是会看得见的活着？感谢主，你为哪个活着？看不见的。你是信看得见的肉体，是信看不见的灵魂？你今天你的信仰是为肉体信的，是为灵魂信的？灵魂。神就要这么誓言，当你为灵魂信的时候，外面再大的环境你也不在乎。是是的。当你为肉体信的，有一点环境你就在乎。对。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你给谁信的？给生活信的，是给生命信的。给生命。给肉信的，是给灵信的。给灵。给今生信的，是给来世信的。来世信的。给天上属灵的生命信的，是给地上属肉体的生命信的。上帝，所以上帝要兴起能看得见的环境去试验你看不见的信心。听没听明白？这是是不是？这是第三点。第三点，第三点说明一件事：上帝要兴起环境。你今天不是你自己要试验你自己，是上帝要试验你，对不对？谁要考核你？看考核你这信心到底在哪儿建造？在这建造啊，在这建造，在哪儿建造的？信心。你嘴里承认的了，是为肉体承认的，是为心灵承认的，是为暂时的承认，是为永恒的承认的。所以上帝就要借助环境试验逼迫刀剑杀害，是不是被火烧被锯锯，看你今天还信不信。你要为这个信的，一锯你这个你就不干了。你要为这个信的，一杀你就不干了。你要为这信的杀他不要紧，杀不了这个，对，他只能杀这个，杀不了这个。你为他信，这就是耶稣基督要想的这件事，就不要怕他杀身体，杀了身体杀不了灵魂。但为灵魂信的，你不在乎杀肉体了。感谢主。你为肉体信的，你就再不杀肉体了。是，你不在乎灵魂得不得救，是不是？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所以上帝要显明，是不是？要显明什么？用看得见的显明看不见的，对不对？看得见的是不是物质界的？是。看不见的是不是属灵界的？是。信心是不是属灵界的？是。那么就得借着看得见的去显明你的信心给谁信的，给他信的还是给他信的？懂了吗？懂了。所以他又深又简单。这个道就是又深又简单，怎么简单？明白的就简单，听懂就简单，听不懂就深。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它就是简单的，这道它就本身就是简单的。简单的，上帝今天要借助这一系列的环境，对他每一个儿女的信心进行试验。你说我是神的儿女，神就要试验你。是的，因为他试验你的目的是你没有信心了，你就得求信心，求主增加你的信心。是，像那个父亲是吧？主啊，我们信，但我们信心不足，求主加增，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你就会求主加增你的信心，因为耶稣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今天你信心不足，你要不要求？要求。你今天做一件事情，你先不用做为做这件事你先求，你先求主啊，给我充足的信心，我好有信心为这件事祷告。我说没有信心，我为这件事祷告，你也不给我成就，因为我没有信心。你是照着我的信给我成就，我没有信心，你就不能给我成就，所以我先要信心，对不对？对，信心重不重要？重要，重要，重要。那我今天是先为这件事求，没有信心也为这件事求，但。上帝不成就，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对，当我求了信心，有充足的信心，上帝就照着我充足的信心给我成就这件事儿来。感谢主，好不好？好，这是最关键的事。得救需不需要信心？需要。重生需不需要信心？需要。得荣耀需不需要信心？需要。得赎需要信心？需要。今天上帝所有的事情都要借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照着你的心给你成就。你要真信好了，你要真信了，你嘴唇就结出果子啦。你要假信了，就结假果子。人家祷告太假装在那祷告，人家读经太假装在那读经，是不是啊？人家赞美太假装在那赞美，人家敬虔太假装在那敬虔，人家属灵太假装说属灵的话，但你今天的属灵都是假属灵。
不是真属灵，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人家那个属灵是建立在信心上，你那个属灵不是建立在信心上。亚伯的献祭建立在信心上，该隐献祭不是建立在信心上，这一不一样？不一样，这绝对不一样。所以等我们一点一点讲到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了。感谢神的恩典，神真的爱我们。今天他为什么要把这种奥秘的道显明给我们？这是你们多少年根本就没办法听见的。是的，是的，是不是啊？今天都显明在我们中间了。感谢阿门。你上网上搜，你看这么讲到底有没有？没有，他肯定没有。没有，他得让弟兄姊妹好好表现啊！他网上不叫你表现，弟兄姊妹好好去行去做啊！对，感谢。他网上是去行，立功之法。是。我今天强调的是信心。你说没有真正的信心，就没有这样的果效。是这样的果效是因信心而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他结的果子，是不是？是。这不是绝对不是人憋出来、板出来、装出来的。在人前跺着脚咬着牙切着起来完了好好结果子，你结出那果子不是长存的果子。是耶稣说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呐、啊。长不长存？长存。长存。怎么样才能长存？信心就在信心上建立长成，是不是啊？是，一切在信心上立长成，好不好？好，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这功夫何等重要呢？是，没有信心他就做成不了这个功夫。是，他没有信心，他就结不出这样的果子。Amen. 没有信心，一遇见的，他马上心里咯噔咯噔，就像兔子在里跳，就不行了，是不是？心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一遇见环境了，他就不行，站立不住了，对不对？当你真正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了。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因为耶稣为尚未得荣耀，他里面没有圣灵。你今天里面有没有圣灵？有圣灵。那么今天上帝要再结出嘴唇的果子，并且兴起看得见的环境，唯有试验看不见的信心，试验看不见的信心，试验里面，外面试验里面，物质界试验属灵的，对不对？借着物质界看你为谁活着，为物质界活着吗？为属肉体活着吗？还是为里面生命活着？为生命活着，对不对？耶稣经常说人是赚的全世界，赚是为他赚，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赔上里边的，是不是？有什么益处呢？耶稣经常说为了物质界失丧属灵的有什么益处呢？这么说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人往往在试验中间都凭眼见不凭信心，往往在试验在环境中间他就开始注重肉体不注重灵了，不是吗？是。平时啊，那可信心可大了，都显得自己有信心，是不是？是。等到环境来到的时候，这信心就哪去了？就都飞了，是不是？都跑了，都没了，是吗？所以今天要讲一个道，用看得见的显明看不见的，是不是？神要给你显明。不是我要给你显明啊，神告诉要显明，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出来，是不是啊？是。借着口里承认显明里边看不见的信息，是不是要显明？是。借着外面肉体上的逼迫来显明里边你真正的向这个世界死了，向罪死了，向肉体死了，向邪情私欲死了，向律法死了，向罪恶死了，来显明这件事，对不对？对，不像有的人说哎呀我就这样信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试验呢？有没有人这么想？有。我就亲眼就遇见了有的人就这么说的，哎咱们就信了就行了呗，你信了上帝没说不试验了，神什么时候说你们信了完事我就不试验你们了？有没有这话？没有。没有，都是人在那里头自己来那给自己勾画的蓝图。神要试验的时候将会有多少人跌倒的，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不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对不对？对。他没有真正的知道上帝不单叫你信他的道，而且要试炼，在环境中间试炼。信道是看不见的，也不用别的，就直接把道结束起来，但上帝要试验是兴起环境的，在外界兴起环境要对你里面所存的道进行试验，你到底用没用信心把这道存到心里去？
借助外界的环境能不能把这道被魔鬼抢走了。魔鬼夺不夺道？夺了。夺呀。撒在什么地方的？路旁的，就是人听见道当时欢喜领受，是不是？人听见到后来魔鬼来把道夺走了，夺不夺呀？夺。他是要夺的。他借什么夺呢？就借着患难环境要夺你的道。这是上帝许可，看你能不能守住这道。在环境中间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信，环境中间还信不信？平安稳妥的时候守道，那么环境来的时候守不守道？啊，守不守？守。对，对道如果不守，那么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讲的问题了，对不对？就是神兴起看得见的环境，要试验看不见的信心，对不对？对。当你得胜了，在环境中间得胜了，仍然口里承认主的名，证明你前面所信的信建立在基督的身上了，不是建立在肉体上。任何人把新酒往这里装的时候，环境来了都站立不住，就为肉体信的。哎呀，我为咱家做买卖，我为我老公做买卖信的，对不对？这环境一来到了，因为它是建立在物质界上的，建立在眼能看得见的。神设立环境，就是设立能看得见的环境，就是要显明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能看得见的肉体利益上。这肉体利益是能不能看见？能。肉体利益要。肉体的利益还是建立在属灵生命上。建立在哪？这两个，一个是肉体利益，肉体是不是属物质界的？是。所以上帝就借着物质界的环境看你来选一选，当时你一看见环境为了求得肉体的利益放弃了属灵的生命，这就说明你把新酒往哪里装呢？显明显明。你在环境中间当肉体利益受到亏损的时候，你马上就准备逃跑，不承认主的道，为了维护肉体的利益把主的生命之道给丢了，证明你今天在哪里了？新酒放哪了？新布谷在哪儿？你看这个人他的信在试炼中间显明出来了，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信我哪信的？我信，我信我老公多赚钱，我家生活好，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住得好，什么都好，要钱有钱，要门有门。你听这个人的信在哪了？肉体的。显没显明出来？显明出来的。要不借着风浪就显明不出来的。是。若不借着地上物质界的环境就显明不出来的。所以上帝要显明出来给谁看？不管你是有信心的没有信心，都显明出来，都显明出来给后代世代人看。所以叫你访问古道，查验哪个是善道，要行在其间。为什么这样显明呢？亚伯拉罕信心，上帝给不给他显明？借着献以撒给他显明，对不对？对。看他到底今天爱以撒过于爱主，还是爱主过于爱以撒？感谢主，对不对？给他显明，献以撒是能看得见的，但信心看不见的。借着献以撒把看不见的信心给显明出来，是不对？不是吗？是。我讲的道不是圣经的道吗？是。是神要显明，不是我要显明的。是的。是神是按时分粮的主，他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得分这个粮。感谢主，是不是？是。这都不是我要想的。你看看他，凭他跟我经常在一起，你看看这道是我的还是主的？主的，一定是主的，不是我的。他把这道就装在我里边，到时候就把这道就讲出来。感谢主，根本不是我预备，我根本都没预备，你问他。到时候就显，到时候就显明，一讲到就显明，一讲到就显明出来。该讲什么道，上神的名字在我里边就感动了。有的说呼啦就给我来一个亮光，呼啦就来个亮光，
是不是这个亮光就在我心里一下都吸，我先过蒙光照了，我才讲给你们，这个亮光才能照亮你们，对不对？你们为什么能听见那么好的道一下得释放的？感谢，那都是我先得释放了，然后呢上帝借着我的口又向你们做了这个属灵的见证，你们才得了释放，你们才豁然开朗，豁然开朗，是我先开朗的，是我先被圣灵光，哎呀妈，你这道真好，他是先在我里面做开启，然后呢通过我的口讲给你们，所以你们里边也逐个的被开启了，像原来像锈的锁都是弄个钥匙，万能钥匙，是不是全能的钥匙进去，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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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咔嚓咔全部给扭开了，是吧？当你那个原来锈的都不行的锁都最后进了，把那个用汽油给泡一泡，泡完的时候用万能钥匙一下就全开了。感谢神。开没开？开了。哪开了？心里。一边肉眼开了，肉眼开了就能看物质界的好处，对，属灵的眼开了就能看属灵的好处，对不对？对，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是吧？今天上帝借着他以外的去显明他以内的，他以外的是物质界的好处来显明属灵界的好处，看你的眼睛盯睛在物质界上还是盯睛在属灵界上，看你的好处是钉钉在生活上还是钉钉在生命上，看你的好处是在人身上建造还是在神身上建造的，看你的好处今天你所信的耶稣基督往肉体上信到往肉体里装还是往属灵的生命上装，这个很关键很关键，对不对？我讲给你呢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阿门的，都是主在圣经里默示完的话，我根本就没凭自己在讲，所以当听的时候你一定把这道往生命上连带，不要往肉体上连带，好不好？当试炼来到的时候你一定能站立得住的，不然就站立不住的，所以上帝要用显明的事情证明你不显明的信心，好不好？好，显明的事都是属于我们的，不显明的事都属于耶和华的，奥秘的事属于耶和华的，但上帝要把奥秘的里面那个信心别人不看不见的东西叫别人能看得见，你的信心本是看不见的，对不对？这样把你的信心叫别人能看得见，好给后来的世代人做榜样，对不对？你今天不凭信心给后来的世代人做警戒，怎么的？我说话不对吗？对，你不凭着信你是不是成为后来世代人的警戒？是，我但愿弟兄姊妹都成为后来世代人的榜样，不要成为后来世代人的警戒。见到你就像我一样躲开，这是警戒，这是可怕的警戒，对不对？对。该隐献祭是不是警戒？是。亚伯献祭是不是榜样？是。警戒和榜样有没有区别？有。真的吗？真的。真的。所以我跟你讲的今天讲的就是实实在在是主的道，真的，因为有主给我做见证，我讲的就是从主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你说认真听你一定能从主那里受益，你说不认真听你空着来空着回去，是不是？是，来的是贫穷的，回去还是贫穷的，对不对？所以咱们今天所讲的，你当你在试炼中间，上帝用物质界的环境能看得见的物质界的环境兴起来，为要对你的什么呢？肉体的利益发生产生冲突，叫它产生冲突，来试验一下你为他信的是为他信的，听懂了吗？听懂了。他为什么要兴起？就是要把你里边的信息表明出来。你不说你信，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真信的是为谁信的，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信的，如何信的，给肉体信还是给生命信，你自己都不太清楚。当往往肉体一出现事情了，一出现环境，主啊我都信你，为什么还给我肉体兴起这环境呢？有没有人这么埋怨主？有。有没有发怨言的？以色列在旷野中间十次发怨言，对不对？对。那么今天呢，基督徒有没有发怨言的？有。为什么发怨言？因为对他肉体利益产生冲突的环境，因此他就对主开始发怨言。发怨言证明他信不信？信。没信。那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管说
承认，是在平安门徒中间就可以承认的，心里相信，是不是？那么今天呢，他叫你在环境中间也相信，口里还承认，是是不是啊？环境中间也相信，最后他就显明出来，在环境中间就显明出你今天是什么真正的信，才承认了。环境中间还承认，没有环境承认，有环境还承认，对不对？没有环境的我信，有环境还信，这就证明这信建立在基督身上，不是建立在你的身上，是建立在磐石上，永不动摇了，对不对呀？对。等咱们经历完了，走过一段路，你就知道了，清清楚楚的，是不是啊？是。那么今天上帝先叫我经历，这讲道人他先经历，对不对？不管是道啊，不管是环境啊，他都先经历，他经历完了再讲给你们是真的。是是是。他没有经历的，他就讲给你都是假的。是。我跟别人学的，是不是都假的？是。都是假的，所以上帝在工人身上。先叫工人做全群的榜样，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全群的榜样，不是辖制出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这样，你要那样，那叫辖制。今天把弟兄姊妹领到真道面前，叫弟兄姊妹真正的用信心接受真道，并且在环境中间口里仍然承认主的道，这样道在你里边就扎根了，道就是你的生命。阿门。当你信了，在环境中间还是相信，还是承认，这就是在你中间已经扎下根了。这生命之道在你身上就扎下根。外面环境怎么动荡，外面的利益怎么受到亏损，都不影响我信心跟主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不属肉体，我也不属世界的环境。神就要叫你在环境中间，叫你承认不属环境，不属世界，不属肉体。所以你在环境中间，你毫无怨言的，是的，是，一点没有怨言的。地上怎么兴起风波，但你的灵性是稳行在高处的。感谢主，你是灵性上高峰的，是的，你是在天上的，是的，你不在地上，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的生命，所以我不属肉体，也不属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发怨言了。感谢主。因为我不属肉体，我肉体利益受到冲突了，跟我没关系，他不是我，我也不属他。感谢主。你能这么承认吗？能。你能这么承认，证明你是真信了。你要不是这么承认的，这是说明你还在肉体里建造。当你肉体稍微受一点的冲突了，你都埋怨主，感谢主，你都发怨言，你都会为肉体辩屈讲理，是，是不是啊？是。为肉体辩屈讲理的有没有？有。主啊，你这样对不起，我都信你，还给我肉体兴起这么小环境。你信他是心灵相信，不是肉体相信。是。他给你肉体兴起环境，因为肉体不属主，你也不属肉体。你虽然住在肉体，你的肉体老了，你怎么管不了呢？你怎么不发怨言呢？你肉体长皱纹，你怎么不说？哎，我的肉体为什么长皱纹？埋怨肉体，你怎么不埋怨呢？听没听懂啊？听懂了。你不属肉体，因为肉体发育，这个天天长皱纹，头发白了，牙也掉了。也走路蹒跚了，是不是？动作也不灵敏了，声音渐渐的就变老化了，说话也不那么流利了，是不是？这时候你怎么不是埋怨肉体呢？神告诉你，借助这一切，你肉体的衰老，证明你不属肉体，你乃属圣灵；你不属旧人，你乃属新人；你不属世界。你乃属神的国，对不对？逐渐你承认，当你这么承认的时候，在环境中间不发怨言的，而且在环境中间还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对不对？这样你就不至于说主啊，你对不起我，主对得起你。神告诉你不欠肉体的债，是你不属肉体，因此你也不欠肉体的债。是的，耶稣今天来不是给你肉体还债的，是。
你今天活在世上也不是欠肉体的债，也不是给肉体还债的，对不对？你不属肉体。当你说我不属肉体的时候，上帝碰到你的肉体了，刮到你的肉体，环境刮到你的肉体，感谢神，赞美主，这是好事。感谢主。当你为肉体活着，你还属肉体的时候，刮到你的肉体，变曲，是不是啊？你就为你肉体变曲了。你看你肉体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牙也掉了，走路蹒跚了，是不是啊？证明你的肉体不属于你，你不属肉体，肉体也不属于你，你不属世界，是不是啊？你也不属肉体，世界的好处，肉体的好处，世界的利益，肉体的利益，都不能叫你与基督的爱隔绝。阿门，阿门，阿门。因为你属基督，你不属肉体；你属基督，你不属世界。听不听明白？是听明白了。你属义，你不属罪。是的。你属灵，你不属肉体；你属天的，你不属地的，对不对？对。这样就操练，所以在得救这一关，得救这一关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不是啊？是。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必不至于羞愧啊，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凡信他的人口里就能承认，所以就不羞愧，对不对？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他名的人就必得救，因为求告的人才能得救，口里承认才能得救，心里相信诚意，口里承认才可以得救的，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他没跟我说，你光承，你光你心里相信的，不用承认的。如果这样就，他就不能这么说了。这神的道，他是，因为你真相信的人，你口里就承认，他就是得救的人。当你不承认了，证明你不是一个诚意的人，对不对？你不是个得救的人。这证明口里是证明你已经得救了，是不是啊？口里在环境中间，它能发出声音，说你还信吗？现在你心里相信，但你口里不敢承认。刀现在在哪里了？在脖子上。上帝要你的心里相信，从口里说出来。刀现在就在你脖子上这么放的，你要承认了，夸脖子掉下来，一下脖子就拉下来，是不是啊？承不承认？承认。现在上帝就叫你承认。叫哪承认？叫嘴承认，嘴承认脑袋就掉，因为这嘴在哪长的？脑袋上长的，对不对？对。嘴一旦承认，证明我的命就没了，这属地的命没了。这时候你不害怕，你就承认，因为你心里有底儿，我已经相信得救了，是不是？所以我口里说出来，刀刺啦一下下去了，脖子掉下来了，嘴也跟掉下来了，是不是？那承认到那个嘴也跟掉下来了。掉下得不得救？得救了，得救了。承认完了都。他们既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不爱惜生命，是不是不爱惜了？是的，这个老板。上帝就要叫你干什么呢？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感谢主。这道就是不爱惜自己生命的道。我讲的，我死前不活，就是不爱惜自己生命，上吊肉体，是不是啊？是。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脱离黑暗权势，脱离撒旦权势，全部脱离，从老亚当跟留下那个生命，全都得上吊。上吊了，你同意了，你嘴里还承认，行，上吊就上吊，我所做的和我所受的相称的，上吊就上吊。感谢主。魔鬼说你没有你了，没有你了，我还上你身上干嘛？你都没有了，都上吊了。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才叫谦卑，谦卑把自己卑微到没有了。是，这叫谦卑的把自己卑微到没有，虚己。是不是虚己啊？是。哪个虚？虚空的虚。虚己是不是啊？对。什么叫虚己啊？把自己虚了。虚己实主。我说这话听懂了吗？听懂了。现在他高举的是己，高举的是主，高举主，高举主。
那么现在几件的虚，怎么虚呢？没有我，我已经死了，是不是？是，你已经死了，上帝说我要试验试验这个死，看你是真死了是假死了，是不是？我碰碰你的肉体，看你现在还不会不会肉体变虚。我要试验一下你这个死是建立在眼见还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对不对？如果建立在眼见，我一兴起眼见的环境，你马上替眼见的肉体开始怎样变虚？变虚了。听懂这句话吗？听懂啊。听懂啊。如果你建立在生命基础上，不建立在眼见的基础上，上帝兴起什么环境？感谢主，你这兴起环境不是对我，是对他，是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对，我是这，我在这了，这是真我。这是不是真我？是，这是我，这不是我，是，我不属肉体，我乃属圣灵。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人若没有基督的人，他就不属基督的，他乃属肉体的。现在我不属肉体，也不欠肉体的债。上帝兴起环境，就要试验试验你不属肉体这个信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说是假的，一兴起环境，一碰到这个肉体了，你就开始埋怨主啊，就跟他发怨言呐、啊，说了许多急躁的话，说许多怨言的话，对不对？对。证明你属什么的？属肉体。属肉体。所以。这个嘴里就能显明出心，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你说承认主的名，就承认嘴里承认，虽然我不属肉体，但口里承认就能显明出你里边的信心。在什么环境？就在刀剑压在脖上，嘴里还承认，这说明这是信心的果效，对不对？这信心发出来，他不怕死了，是杀脖就杀脖，反正我口里就承认了。对不对？对，在环境面前他也不胆怯，在逼迫面前也不退后，仍然承认主名。所以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神也厚待一切求告他名的人，对不对？对对，这是真正的得救，这叫真正的得救，是不是啊？假得救呢？弟兄姊妹，得不得救？得救了，哪得救？这肉体得救了，错没错？错了。我肉体已经得救，跟肉体没关系。是，是不是跟肉体没关系？没关系。得救是灵魂得救，不是肉体得救。我这肉体得救了，我这得救了，那得救了。他说的都是肉体上的事儿，对不对？哎，去年。欠了5万块钱，今年还上得救了。是不是啊？我去年这个地方长一个火茄子，今年没有了，得救了。这个得救有没有关？没关，这一点关系。那我今天上天国要掉一只胳膊能不能进去？能。掉一个没有少一只眼睛能不能进去？能。少一条腿能不能进去？能。能进去，这跟得救没关系啊。不要把这个往得救身上挂着，好不好？好，今天我一下做买卖挣了50万，跟得救有没有关系？没有，没有。去往年呢都是垃圾房，今年呢，我现在不欠债了，外债一点都没有了，而且我现在银行里有存款100万，这是不是得救？不是得救。你家里盖的新房是不是得救？不是得救。听没听明白？听明白。世界上肉体上物质间的好处跟得救没关系。是得救是灵魂得救。是。对不对？它是我灵魂的救恩。是不是？这救恩对灵魂对肉体。灵魂。对灵魂。现在凭约瑟还有那个小兵还有那个叫什么鱼儿飞鹰讲的全是肉体上的好处。也有人上当受骗，是。你看那不专心听道的人，肯定上当受骗。是。开口就讲肉体好处，竟然把那个，敬慕我的人，你的儿女如同橄榄栽子一样围绕着你的桌子，他就跟我哪想，
往肉体上想，这是属血气的人往肉体上想，是不是啊？对，他肯定不往属灵生命上想。耶稣说我的话是灵是生命，他竟然往哪儿想了？肉体啊，肉体上，是不是啊？他把那里的妻子也讲成了地上的妻子，错没错？错了。耶稣讲话是讲属灵的事儿，儿女是指属灵的儿女，不是指属地的儿女。妻子是教会是基督的妻子，不是指你家的妻子。听没听明白？听明白。那个箴言书上那个才德的妇人也不是你家有才德的妇人，你要给我丈夫做一个才德的妇人，我要做才德的妇人。傻不傻？傻。回家努力做才德夫人。他丈夫回来说，我看你越来越像个母夜叉。你哪是才德的夫人？他根本就不是才德夫人，是不是啊？那才德夫人指教会说的，是不是啊？是。那他能把那个整个的雅各书，旧约的雅各书，是不是啊？把那良人，是不是啊？都讲成肉体上良人，是，他肯定那么讲，那么一讲出没出错呀？错了，完全错，他完全是错的，是不是啊？是。那讲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雅各书如果您讲来讲去讲地肉体的好处，哎呀，我家妻子是我的什么呢？啊，才德的妇人。我是他的良人，我是他良人，他是我才德的妇人，完不完了？这人属肉体属灵，所以你注意，你听一听，你听听那小编讲的玩意儿，都是，全是肉体上的事儿，怎么活把人气晕，就是能气死一大片。你这那个属血性的脑袋瓜，他讲的东西还真就有人听。哎呀，那点击率可高了，这就说明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找到的人多不多？多。引到窄门那门是小的，是吧？路是小的，是不是啊？找进去的人也少，找着的人也少，是不是啊？是。今天有多少人都往生活上想啊？是的。糊不糊涂？糊涂。这糊涂透顶了。这没喝糊涂粥，怎么就变糊涂了？有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脑袋真是有问题的，是不是？一看那就明显的说的是属灵的事，他就往肉体上想，这就说明他里边没有生命。有很多的讲道人里边没有生命，有生命他不能那么想。你看这样讲很，是不是讨人喜欢呢？都讲生活了，但主的话是不是生活呢？是，不是生活，是生命，对不对？对。他竟然给讲成生活了，是，是不是啊？是。他把生命之道给变成生活之道了，他把属灵的变成属肉体了，都进属肉体的儿女。你不信？你看他们讲的才德夫人，我就网上我也有才德夫人。你看我讲的是什么？路德是好媳妇儿，拿米是好婆婆，好婆婆呢就得配着好媳妇儿，但他俩从不吵架，是不是？那婆婆可爱那媳妇儿了，那媳妇可尊重那婆婆了，都讲成婆婆和媳妇之间的关系，傻不傻？傻。那叫圣灵引导着教会，是不是？路德代表外邦的教会，被圣灵引导，拿米代表圣灵引导，把他引导到了伯利恒。遇见了瓜斯代表基督，他的田地代表神的家，神的合场，是不是？这都弄肉体上去了，你说这样人还能够得救吗？他往哪得救啊？一旦有一天他就想，基督徒吃得好，喝得好，用得好，是不是？干什么都好，比别人就多好一点，肉体就好了。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所喝的杯你们必须喝，对不对？是。他就给讲成肉体上的好处，上帝所以今天就在肉体中间和属灵中间叫你进行一次抉择。当兴起物质界的环境对你肉体的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你是向着生命说话，是向着肉体说话？是啊，你是为肉体
丢弃生命之道，还是为生命之道不顾及肉体的得失？这就直接证明了今天你重没重生，得没得救，是不是？我仍然承认主的道，这就说明我嘴唇已经结出什么果子，属灵的果子已经结出来了，对不对？对，我不怕死，在环境中间肉体死就死吧，我仍然承认主的道，对不对？不发怨言，不为肉体辩屈，不为肉体讲理，是，这就说明你真正的相信了，是，不然那个你就没相，你就根本没信，你跟他那个道上，老远了，你根本跟那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啊？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肯定跟道一点关系都没有。今天真正在道上扎根的多不多呀？不多，就是现在听我们讲道的，现在偏离了，去听这个讲，去听那个讲，到网上的这一点点那点的，有人说这你还好讲的对呀，那听别人不行啊？有没有这么说的？有，这么说的人你就要注意了。历史里面你听谁在网上这么讲道的？没有。我不是拿我自己为夸口，我只是主夸口。是的。今天主拣选了我这卑微的器皿，借我传达天国的奥秘，这奥秘像那些牧师长老都是隐藏的，是的，像上古时代都是隐藏的，是的，今天在这个末世显现出来了，表明出来，你不感觉到高兴，不感谢神，反而上那点点，这大伙讲的都一样，差不多讲就行呗。你说弯不弯这人？一点分辨都没有。能不能分辨出来？小兵讲的道，平约瑟讲的道，跟我讲的道，你有没有分辨？有。上去一下就分辨出来，一个讲生活，一个讲生命，一个讲天上，一个讲地上，一个讲神，一个讲人的。他都把新酒往哪里装？就里装，都往肉体里装，是不是啊？你看他讲的道，没有病了证明得救了，有病了证明你没信。你听，正好跟我讲的都是反的。当我今天有病了，不一定是不信的。是的，有病了。保罗有没有病？有。提摩太有没有病？有。有病，证不证明保罗不信？不证明。保罗说：“我第一次传福音的是带着疾病传的，你们因我的疾病也受了试验，是，对不对？是。提摩太有没有胃病？有。保罗说你。”胃口不清，稍微用点酒。有一天有人就问我这句话，王弟兄啊，这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胃口不清，稍微用点酒，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并不专说明保罗啊叫提摩太饮点酒来治治胃病，同时保罗要显明一件事，就是在旧约里清酒浓酒都不可动，在新约里酒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喝点儿，用点酒，要显明今天不在律法以下，可以用点酒，在旧约以下，清酒浓酒都不可用，在新约里头呢，你可以稍微用点酒，这个不能影响你生命，对不对？对，因为新约是犹大支派的，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的，旧约是立位支派的，是照肉体条例生的神，清酒浓酒都不可动，是守肉体条例，新约我们不用守肉体条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耶稣喝不喝酒？喝酒。耶稣和约翰施洗约他俩就差这么一个，对不对？施洗约和耶稣基督他俩就是一个清酒浓酒都不可动的，一个是贪食好酒的人。我说错没错？没错，没错呀。不信你可以看圣经里的，有人子来也吃也喝，他们说我是贪食好酒的人。那约翰来也不吃也不喝，他们说是被鬼附着的，是不是啊？是。这说明什么？啊，说明什么？说明约翰和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约翰属旧约，是属新约。旧约。约翰是立位支派，是犹大支派的。立位。耶稣是犹大支派，是立位支派的。犹大。耶稣是新约人，是旧约人。新约。耶稣新约人用不用肉体条例侍奉神？不用。旧约的。那个立位支派能不能叫人得以完全？不能。耶稣基督来能不能叫人完全？能。听没听明白？听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没有条例，安息日也不守，从外地唰唰唰就经过了，就吃了，对不对？
犹太人可不敢从麦地经过，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都告诉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不可走太远的路，安息日不可生火，安息日不可做饭，安息日不可做工，这都是安息日的规定的，对不对？对。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还叫犹太人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但现在我们要不要守安息日？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听没听明白？听明白。因为这道就在这摆着呢，不是我编造出来的，对不对，弟兄姊妹？通过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用显明的，是不是啊？用看得见的显明看不见的这个课题，咱们要把那个看得见的，是吧？看不见的，神要借助你的口叫他看得见，是不是啊？神要把看不见的神道成肉身，叫人能看得见，给人吃，给人摸，给人看，给人喝，对不对？对。耶稣的血能不能喝？能。耶稣的肉能不能吃？能。耶稣的肉能不能摸？能。能不能？能。能不能看？能。能不能听？能。耶稣讲话能不能听到？能。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这就说明他的话你能听见，他的肉身你能看见，是不是？是。他说话你能听见，并且他说我的肉是可吃，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不守那些规条，因为他不属利未支派的，他乃属犹大支派。犹大支派照着什么？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利未支派照什么？条例，按照肉体条例侍奉神。听懂了没有？听懂了。真懂了吗？啊，懂没懂？懂。犹大支派照什么？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犹大，你肉体条例啊，对，无穷生命大。利未支派叫什么？肉体条例，是吗？是。这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来不吃不喝，耶稣来也吃也喝，谁请他吃饭，唰就去。约翰从来没有人请他吃饭，你信不信？因为约翰守条例，请他也不去，不敢。他不敢，因为他是立位之派，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对，主耶稣就是新约第一个。约翰施洗约是旧约最后一个结束的，听没听明白？所以他俩不一样，他俩约不一样，因此他俩所有侍奉的方式都不一样，听没听明白？明白。咱们一同来闭目。亲爱的救主，在天上阿爸父神，感谢你，感谢你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把你的众儿女领到这里来，使他们能够静静地听你的话语，他们愿意寻求就像你寻见，他们愿意寻找就像寻找，他们愿意叩门就向他们开门，因为今天你应许的必不能落空，你没有留下好处不给我们，我们所求的必能叫我们得着，我们愿意寻求你的面，你必叫我们寻见，我们愿意叩门，你必向我们开门，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成就在我们中间。谢谢天父带领这里的教会，这里的教会甘心乐意接受你的真道，并且他们从来没有疑惑这道，在这道上也扎了根，因为他们的根基扎在你基督的磐石上。谢谢天父这样恩待他们，因为你给他们的比别人更多，因为今天你叫他们能够听见这道，就是为了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谢谢天父引导这里的众教会，你继续施恩给这里的教会，将得救的数目加增给这里的教会，叫众弟兄姊妹都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叫我们都结出嘴唇所结的果子。谢谢天父这样恩待我们，愿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阿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